将军您看。 将军，将军，军粮已经吃光了，弟兄们也没吃到了，咱们还是降了吧。闭嘴！再提降，他我斩了你！是。将军，你看，远处穿白袍的就是唐统领是你。 将军就要见到妻儿了，难道不想再立大功？千岁，这个黑探头就是尉迟敬德，六州手下的第一员猛将，只要把他拿下，晋中就不用发愁了。啊， 确实是一员猛将，难怪能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。 三面环山，从东门攻城，确实不易。 真是对牛弹琴啊！成王兄，迎战！慢！前军快走，这离我老城！撤！王昏侯！撤！啊！乖孙子，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！ 这，这，这。
拦着我，让我进，拦着我，拦着我，拦着我。好剑法！将军，请听小王一言。敬德将军，如今界州已成一座空城，城内粮草已空，就算将军神勇，又能守得住几日呢？将军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一想，也要为界州城的百姓想想。晋阳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敬德当誓死相报。秦王若真有好胜之德，那就请在破城之后不要涂炭城中的百姓。秦王要是想要敬德的人头，此时便可拿去。敬德将军，今天我们只当六马谈天，咱们改日再战。将军请。叔宝，我要借州城，也要尉迟敬德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今日突袭唐童，有何斩获呀？大人前日说，主公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儿。他们此时身在何处啊？在病中。前两日我不是和将军说过了吗？这么说，你已经见到我的妻儿了？当然，我亲自把他们安排在馆驿之中，好吃好喝，请大人放心。当年建内生产之时受了风寒，左脚落下了病根，遇上刮风下雨就举步艰难。我是担心他的身体啊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我也是担心夫人的身体呀。不过请将军放心，我已经请了并州最好的大夫前去调治，吃了两副药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真是对不住大人了。敬德记错了啊，剑内的病根儿是在右腿。啊啊啊！对，右腿是右腿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这两天忙于军务，我都给忘了。大人的记性确实不太好，剑内根本就没有病。我只想提醒大人，敬德一介武夫，除了妻儿之外无牵无挂，谁要是敢对他们不利，
先等主公的旨意再行事，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。啊，是。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！我叫你跑，下来吧你。敬德昨日私放唐童，于洪泥涧与之。